甚至自从上海分别以后，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，仿佛不是在分别，就是在准备分别。上海那段时间，真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是啊，上次广州匆匆一别。 如今在汉口，会议一结束，我们又要告别了。嗯，听魏汉说，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？我要先回趟湖南，开省农代会。陆府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，糟得很吗？到底是糟得很，还是好得很？我要带着问题。 亲自去看看，他不了解情况，我就到田间地头，把情况挖出来，写出来，端到他的面前。耐得烦，骂得蛮，你这个性子呀，也好，瞄准一个问题，就把他吃透。 你每一次回农村，都有大蜕变，大进步。我对你的调查很是期待。你说，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？ 不晓得，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上下求索。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，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，你必定觉道，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，无数万成群的奴隶、农民，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阶级，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，帝国主义。 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角，打翻这个封建势力，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各位姐姐们、妹妹们、乡亲们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因为我们要学文化，我们要明事理。孙中山先生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。 在几个月内做到了，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一切革命同志须知，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，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，所以失败了。现在有了这个变动，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。
郭亮、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，北伐军刚进湖南时，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，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，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。另二月中旬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，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。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，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，不可不加注意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亚青，我们回来啦。外面冷不冷啊？不冷了。你不要眼睛了是吧？谁？给我一个。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，每天啊，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，还要抄写文件，还要四处跑，比在广州还要操劳。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、看到的，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，供润之参考。我呀，买了些薏仁米，给你熬汤喝，去去湿气。还有粗盐，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，去去浮肿。谢谢妈。你越问大了，得爱惜点自己。知道了。都听妈的啊！外婆，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。好吃糯米粽子。我想做糖油粑粑。哦，好，糖油粑粑，那我走，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、糖油粑粑啊。哎，谁呀？杨妈妈好，我是开会的同学。哦，请进，快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开会，淑英，有事情。妈，您还记得淑英吗？福湘女中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同个宿舍。哎呀，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，成大姑娘了啊！开会呀、啊。当初从北平回长沙，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湘女中读书的。淑一呀、啊，令尊可好啊？家父很好，还让我代问您好呢。杨妈妈，您不知道，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，搬出了宿舍。他呀，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，四处帮我张罗对象。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。伯母您好。您好，您好。外边天凉，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！我给你们做饭。好，好，妈，去吧，去吧。谢谢您。哎，走吧，我们进屋说。慢点。好。好久不见，刘大哥，听说你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，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，祝贺你啊！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，现在全国数头名，最要感谢的，就是润之哥。北伐几个月来。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，会员猛增至近200万人。等一下啊。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？200万。哎，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，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。对了，淑一，你明天有空吗？陪我去一趟育云中学，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。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福湘女中了吗？你看看你的脚，到现在还肿着呢。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！不行，来不及的，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。那就由我和淑一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。对啊。任之常说，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。我要是不亲自去，任之该批评我了。瞧你，嫁给任之哥不过几年光景，就变得同任之哥如此步调一致。行了，你别送了。哎呀，在这吃饭吧，你快回去吧。走这么急，在这吃呗。哎呀，这就走啊？这饭马上就好了，吃了再走吧。不吃了，杨妈妈，谢谢您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
王总再见。慢走，慢走。嗯。开会啊！哎，你也别写了啊，赶紧吃饭吧。好嘞，妈。嗯。是不是落下东西了？淑一啊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妈，任之，任之，爸爸，爸爸！哎呀，哎呀，任之，想不想爸爸？想不想爸爸？想不想妈妈？想不想爸爸？爸爸，爸爸，跟我玩竹蜻蜓。玩竹蜻蜓啊？我们玩竹蜻蜓。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。爸爸累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嗯，不，我都好多天没见着爸爸了。爸爸，爸爸，快趴下，我要骑大马。趴下，你要骑大马。好，骑大马。我要骑大马啊！由着他们。爸爸趴下，哎，一个个的上，一个个的上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，别摔着。还说不累？出去32天，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，瘦得像个麻杆一样。哎，没事。骑大马喽！哎呀，去！哎呦，快下来，下来，快下来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！哎呀，走！哎，我给你讲故事去，好不好？好！来来来来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怎么也不知道穿个棉袄，快来，快来！你刚才还没讲完，李淑一和柳之群说你变了，你怎么变了？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、更自信，却也更柔和，不再是带头。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。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福祥女中的事情。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，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，有的嫁在革命家庭，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，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，有的嫁给地主阔佬做了少奶奶。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。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，还参加过曲张运动，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，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。她说，丈夫在外打仗，她家里却很受气，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，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。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？我给他说，这不能怪农民运动，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，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，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。怎么了？又捣乱了？拳打脚踢的，兴许是在说天晚了，得让爸爸睡觉了。让我听听。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。嗯，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。任之啊，组织上让你下周到武昌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有妈陪着我了。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，你们就过去。好。对了，我拜托桂根去找的佣工，不知道他找的怎么样了。